现在各位来宾可以看到呢，我们的舞蹈演员、我们的歌手都是顶着烈日为大家进行表演，能够把他们特色带给大家。那么此时此刻，让他们来感受一下我们成都人民的热情，好不好？当主持人数到一的时候，让我们把掌声、欢呼声一起送给他们。3、2、1，欢呼声！谢谢大家。